小宝，妈妈来了。哟，这怎么又换一保姆啊？这家里有小孩还放这么重的香薰，真不知道怎么做事。妈妈，宝贝，想不想妈妈呀？想。好，来，过来。来，宝贝儿。哎，妈妈香香，妈臭臭，什么臭臭啊？这孩子，哎，我听说你爸给你找了一个新妈妈，说长得还挺漂亮的。对，阿姨对我挺好的，身上还是香香的。哎，你这小丫头，这阿姨对你再好，也不可能是你亲妈呀，你可不能不喜欢妈妈。再说了，这后妈呀，对你未必是真心的，你可不能轻易叫她妈啊，不能被她拿捏了。以后我跟你爸要是复婚了，哪有他什么位置啊？不是，你一直站着干嘛呢？这家女主人没教你待客之道啊？快倒杯水去啊！听见没？记住了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我听说你找了一个新老婆，长得还挺漂亮的，我来看看，她在哪儿呢？啊，她就是我老婆。什么？是你老婆？完了完了，这刚才说的都被他听到了。是就是呗。不是，你这一直挠着胳膊干什么呀？这身上什么味儿？这是。哎呦，我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身上老痒痒的，然后衣服还总有霉味儿，我去医院也检查不出什么毛病。你们家洗衣机多久没清洗了？洗衣机还需要清洗啊？当然了，你跟我来。你家洗衣机有多脏你知道吗？明明是刚洗完的衣服，穿起来臭臭的，还会发痒。如果这家里的洗衣机啊超过3个月没有清洗，那里面呢就会滋生大量的细菌螨虫和霉垢。我建议你一定要试试这款墨蒙洗衣机清洁剂，就往洗衣机桶里这么一倒，按正常洗衣服的开关键，就可以把洗衣机残留的污渍呢细菌全部清洗出来。洗完以后呢，夹角死角的污垢全部被瓦解排出了，衣服洗完再也没有难闻的味道了。家里有老人小孩的都能用，赶紧试试吧。伤心得你责任，温馨我这半生。好干净啊，而且好香啊，跟你家里的味道一样。我还以为你在家里放了香薰呢。家里有孩子，我们不用那些东西。那这个墨蒙洗衣机清洁剂在哪儿可以买啊？现在点头像进入直播间就能购买了。上次活动囤得多，这瓶呢你先拿去用。谢谢你啊。这有什么的，你也是小宝的妈妈嘛。